因为我刚讲了，我们只认为肉体里面是我，你认为事情是发生在你身上，这个事情有可能是你喜欢的，有可能是你讨厌的，明白吗？那喜欢的事情就觉得很棒，讨厌的事情就会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可是各位，所有发生在你身上每一件事情，其实通通是被你的思想跟感受吸引来的，这句话是对的，百分之百没有错。来，下面那句话就更究竟了，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它本来就是你心灵的思想跟感受形成的磁场所创造出来的，那根本就是你的 creation 创造物，明白了吗？各位，举例来讲，比如说徐医师是医生嘛，好，我们在学人体结构的时候，好，人体结构，好，我们分几类，一类是比如说我们的，比如说手是我们的细胞，好，细胞是活的，一类是细胞的分泌物衍生物，好，什么叫衍生物？指甲，你会剪指甲？指甲只要不剪到肉，会不会痛？不会痛。什么叫衍生物？头发，对，你可不可以剪头发？你可以剪头发。你剪头发，头皮会不会痛？不会痛。你可不可以剪手指？你不能剪手指，手指会不会痛？会痛。明白了哈？可是指甲是不是你？当然是啊。头发是不是你？当然是。只不过它是由，它不是由活细胞组成的，它是由细胞分泌的物质所组成的，明白吗？所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跟你产生交互作用，各位，它其实是你心灵的衍生物跟创造物，只是你没有认出来，那其实就是你。好，各位，当徐师开始讲到现在，请问你们对于什么叫做我，什么叫做我自己，什么叫做别人，有没有在定义上已经开始不一样了？各位，所以徐师正在讲一个概念，第一个，人的存在跟天地万物本来就是一体的，不是叫合为一体，是天地万物本来就是我们的身体，是我们更大的身体。你以为你是你，别人是别人，不是，其实整个众生也就是你，除了众生就是一体的。好，各位，我打一个很浅显的比喻，比如说任何社会的案件的发生，像之前的小灯泡事件，来，各位，请问透过现代的传媒的发达，除了家属感受到的切身的痛苦之外，你们每一个接触到讯息的人，看到报道的人，有没有感同身受？你有没有也被这个事件触及了？有没有？对，甚至有些好网友还在那边神经病，说这个妈妈也过敏冷静了吧？好，可能那个网友看到这个新闻，哭得比妈妈还伤心。他可能觉得为什么他的悲伤比妈妈还悲伤？你怎么感觉到这个妈妈很冷静、很沉着？而人家就不可以冷静沉着？可听懂了吗？我的意思是说，看新闻的人你不一定感受不深刻，各位了解哈？我们人的界限是不是打破了？我的意思说，任何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会影响到我们的内心，会。所以各位，人不是单独的个体，人是与周遭的物质环境、周遭的人事物，甚至现在任何一个人类，是当下透过网络、透过新闻跟传媒而及时的与全世界的任何一个人紧密相连的。你把我在说什么吗？比如说比利时布鲁塞尔发生的爆炸案，请问在台湾的你，经常进出机场的你，像那天我进香港机场就特别注意旁边有没有那个行踪可疑的，或是不该胖的地方胖出来的。我没有歧视胖的人哈，里面是不是藏什么自杀炸弹？好像香港机场也蛮多老外的哈，然后我每个月都要经过香港机场。各位，我们有没有受到影响？有。好，所以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改变，个人再也不是单独是个人的。好，所以再回到那句话，蔡世新法说，如果世界还有一个人不快乐，就不会有一个人真正的快乐。各位，这个人包含了别人跟自己，各位听懂了吗？
这个世界如果还有一个人类不快乐，就不会有一个人类可以真正的快乐。这个人包含了自己跟别人。如果你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你可能没有办法真的爱自己。如果你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你也没有办法真的持续的有耐心的长久的爱别人。甚至如果你是一个不快乐的人，你可能会用不快乐的方法来爱自己，你会用不快乐的方法爱别人，叫扭曲的爱，于是爱又会生出恨，叫做爱恨纠葛，明白了吗？好，所以今天好，徐思讲爱自己跟爱别人，我不只要讲爱，我想讲快乐，我想讲喜悦。这个爱如何是一种喜悦的，如何是一种快乐的，而不是一种痛苦的，爱得很沉重，爱得很悲哀，爱到满身是伤。各位，爱到满身是伤，或被爱的满身是伤。各位，对不起，爱永远没有错，是方法是属于白痴级的。讲明白了吗？方法是白痴级的，就像我以前跟大家讲，自认为对别人付出最多的人，有时候最可恶，对不对？因为通常后来你的方法都是不平衡，都是不快乐。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因为你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你可能是个爱孩子的人，可是你是个不快乐的人。各位，对不起，这个爱最后会变质，会变质。是啊，好，所以等一下，好，徐师整个把局布一布，好，暖身一下。好，等一下我要开始讲我真的要讲的，比如说我们如何去真的落实快乐原理，用来爱自己跟爱别人。我们如何在爱当中找对方法，而我们如何借由探索我们内在的黑暗面。各位，没有探索自己的黑暗面，你说的爱自己是没有用的，你最后对别人的爱也会变成恨，你会变成恨，因为你根本没有探索你自己的黑暗面。爱自己，好，在赛斯曾经评论过一个很有趣的概念，他说你们在说认识自己，各位，你不可能去爱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好，你们说认识自己，你们说自我觉察，可是赛斯说，我恐怕你们所谓的自我觉察是找出自己的缺点且加以改进。我恐怕你们所谓的自我觉察是找出自己的缺点而加以改进。我恐怕你们的自我认识，你们所谓的修行，是发现自己犯了多少业障、原罪或因果，或触犯了多少的戒律，然后努力想把自己变好。各位，你努力想把自己变好，没有错。各位，这永远没有错。错在哪里？方法。方法。你努力想把自己变好，没有错。错在哪里？方法。你的方法是找出你转世上、灵性上犯了什么错。各位，你的方法是可能是否定自己，跟判自己的罪，明白吗？就像我刚刚讲，找出所有自己的缺点，叫改进到好，然后呈现在老板的面前，老板我好了，好，或者呈现在老师的面前，老师我现在很棒了吧，你不会再骂我了吧。各位，你的所谓自我觉察是在克服自己人性糟糕的地方，就克服自己的懒惰。我恐怕你们的自我觉察是在克服自己的自私，我恐怕你们的自我觉察是在消灭你人性所有的黑暗面跟阴影那一面。各位了解吗？我恐怕你们的自我认识是想把自己塑造成你心目中认为一个很好的自己的版本，然后永远试着想隐藏或改进自己的缺点。我恐怕你们的自我觉察是这个意思。各位，对，在当赛斯在讲自我觉察的时候，他讲得很深刻。好，各位，什么叫爱自己？我们讲从父母对孩子好了，父
母对孩子的爱，如果是你表现得很好，我就爱你；你表现得不好，我就不爱你。或者等你把你的缺点改好了，妈妈就爱你。你怎么不说？等你考上台大了，爸爸再爱你。各位了解了吗？我们过去的爱是什么？有条件的爱。我们的方法是有条件的爱。你表现好，你乖，我就爱你；你表现不好，吵闹，我就说你坏坏。各位听懂了吗？我们的爱的方法叫做有条件的爱，我们用有条件的方法来展现我们的爱。各位，今天如果你是那个小孩，你被爱的爽不爽？听说不太爽，听懂了吗？甚至我们所谓的自我接纳，我们通常只是接纳我们认为我们好的那个部分，其实我们是在用框架式的思考。各位听懂在说什么吗？我们所谓的爱都带着很多框架式的条件。好，所以有时候我比如说我在开基金会的主任会议，我跟所有的主任说，今天我们所有人都不要说我们多棒，我们来讲自己所有糟糕的地方。有听懂哈？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来讲所有自己糟糕的地方，我们来试着展现我们连自己都不敢承认的糟糕的地方，我们试着去说出来我们从来不敢说出口给人家知道我们不够好的地方。而唯有当我们不够好的地方真的被自己接纳了，被别人接纳了，那才叫做真正的爱。而不是你又怕说错什么做错什么又怕被人家骂了。各位，那是防卫机转，明白了吗？那是防卫机转。唯有当你可以接纳了自己的不够好。好，所以前一阵子我一直在跟所有的学员探讨如何勇敢的承认、面对、认识自己的黑暗面。好，比如说学员说啊，学生你不要讲了，我知道我很懒惰。我说啊，然后呢，我花一二十年如何克服我的懒惰。哦，各位，问题出在哪里？方法，方法还是方法？因为你的方法是用什么？克服。徐师说的是什么？接纳跟爱。啊，徐师你是说爱那个懒惰的自己？那我会不会越来越懒惰？各位，我也爱喝可乐啊，我没有爱喝可乐，我是比喻了哈。我也爱喝可乐吗？我会每天喝可乐吗？不会吗？你脑子坏了。各位，我们有很多很奇怪的想法，各位了解吗？很奇怪的想法，好，就好像这一次，好，那个小灯泡事件，好，搞得好像是 Face 联盟去杀死他的一样。这个社会有脑子有问题呀、啊，各位了解吗？你干脆叫 Face 联盟的人出来陪命好了，你们通常在那边枪决，好，因为是你们害死小灯泡的。各位，我们有很多很奇怪的逻辑，听懂吗？脑子不发达，脑子不发达，是啊。好，回到刚讲，什么叫爱自己跟爱别人？如果我们不是真的去面对我们内在，像刚刚那个例子，其实我知道我有黑暗面，我的黑暗面就是自私，就是小爱爱、小心眼、爱生气、爱计较、爱比较、爱钱。因为我从小爸爸不在，我就是没有安全感，我一辈子活在被抛弃的恐惧当中，我永远觉得人家会抛弃我。好，那你怎么办？我努力表现好，让人家不抛弃我。各位听懂了没有？他跟我说他有面对，他有接纳。好，我努力表现好，让我自己不被抛弃。各位，这是吗？这是面对吗？我知道我对他很没安全感，我会抓住每一个情人跟他说你离开我就宰了你。我知道我很自私。各位，这叫做自我觉察吗？不是。听懂了哈？就像我刚讲，我知道我很懒惰，所以我花了一二十年在克服我的懒惰。各位，这是我们一直以为的接纳，有没有？我们一直以为的面对，我们一直以为自我面对是找出自己的缺点且加以克服。各位，好，那个东西不是爱，这样明白了吗？哦，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小爱爱、小心眼、爱生气、爱计较、爱比较、爱钱好色，好，各位，不是用传统的框架去评论它，自我觉察是没有批判性的。任何带着批判的觉察就不叫做觉察。你那一家主书，这是自我觉察吗？不是。
各位，任何带着批判的觉察就不叫觉察，甚至我会这样讲，任何带着目的的觉察都不见得是真的觉察。好，所以各位，很多人你们以为身心灵，好，以为什么？各位，我告诉你，里面境界差很远呐、啊，差很远呐、啊。好，比如说开玩笑，哎、欸，你说，哎、欸，徐氏赛斯心法跟我的哪一个老师讲的很像？哦，很像哦，哪里像我都看不出来。各位，一点都不像，表面看起来很像，了解吗？赛斯心法真的内在是一种很深很深的觉察跟关照。但是就像刚讲，对徐师，你要我们认识我的黑暗面，我知道，我知道，我好恐惧，好，所以我就尽量让我自己不要恐惧。徐师，我知道我有小爱，小心眼，好，所以我就每天告诉自己不要再小心眼了。这叫做修行，修个屁呀、啊！有听懂了吗？这不叫做自我觉察，这叫做批判，这叫做改进缺点，这叫做有条件的自我接纳，它不叫做爱自己。各位，好，我先讲什么叫接纳自己的黑暗面，是真的你能面对它，而接受就好像你的左手是你的一部分。各位，好，那我回到刚那个比喻，很多，那我接纳我的黑暗面，我会变得越来越黑暗。你接纳左手是你的一部分，你会被左手控制。徐师，我被我的左手控制了。各位，好，你是寄生兽哦，你是寄生兽哦。听懂了没有？接纳你的黑暗面，你才不会被你的黑暗面控制。各位了解吗？接纳是一种包容，接纳是一种整合，接纳是一种理解，接纳是一种重新拿回自己真正的力量，而不是把它赶出门当作没看到，或藏在柜子里面当作不存在。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好，所以我说所谓的爱自己跟爱别人，它同时包含了对自己存在的不断的一个理解、觉察跟认识。各位，包含我们潜意识的自己。好，如果我再从潜意识的自己再谈，各位，好，潜意识非常好玩哦。我刚讲潜意识，刚徐师不是说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被我们吸引来的吗？各位，它在哪里运作？它就在潜意识运作。而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是在哪里创造的？对不起，是在内我层面创造的，是在梦境架构二里面被 initiate 被启动的。而所有的事件在物质实相当中再被加工，变成物质实相里面的事件。各位，就好像好从原著小说变成电影一样，原著小说可能就是一本书，有情节，他必须把这个书的内容故事变成电影的形式呈现出来。各位明白吗？所以心灵的创造力是在架构二，是在梦的摄影棚，但是把事情用物质化的形式显现且吸引到我们的人生当中，潜意识则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当我们在自我疗愈的时候，为什么对潜意识做暗示非常重要？因为潜意识可以改变细胞的生理现象，潜意识可以主宰了很多你不知觉到的事件的发生。甚至我告诉大家，潜意识有他心通，潜意识有心电感应的功能，潜意识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各位，但是我们现在的心理学对潜意识通通不了解，通通不了解。是啊，好，所以等于说在赛斯心法的学习里面，我们如何把潜意识一步一步的打开，一步一步的打开。好，再回到讲黑暗面，什么叫接纳自己的黑暗面？因为当你没有接纳自己的黑暗面，你的黑暗面的扭曲的能量将会具体化为你的肉体疾病。你的黑暗面的扭曲能量，好，将会形成你的精神官能症 neurosis or psychosis 精神疾患，包含重郁症、躁郁症、精神分裂症，现在所谓的失觉失调症，或所谓的精神官能症，从失眠、轻郁到强迫到焦虑，到所有的
身心的不安宁，包含恐慌，都是我们内在黑暗面的能量的显现。各位，包含焦虑，咬指甲，妈妈会像爸爸一样不要我，我的爱人会不会不要我，哈，上司会不会开除我，一直咬一直咬，好，用大拇指代表爸爸会不会不要我，好，中指代表老板会不会不要我，这个是代表爱人会不要我，轮流咬，各位了解吗？这是什么？焦虑。换小孩子晚上尿床，到了小学还在尿床，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内心的焦虑不安，面对了没有？各位，面对不是门关起来在家打小孩哦，然后努力改进之哦，可能那不叫面对，那叫神经病哦。想听懂了吗？面对是一种带着爱心的接纳，那才是面对。好，我再回来刚刚讲，你如果你不接纳自己的内心的黑暗面，所有的黑暗面也会以外在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就是所谓过去所有的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叫无常。这世界很少人从心灵的角度理解什么叫无常。我告诉各位，当我真的进入赛斯心法，这个世界我看不到无常，所有一切都跟因缘有关，明白了吗？无常是你这里觉得无常。好，就好像，好，那天在大陆有一个学员跟我说，他遭遇到一个无常。我说什么无常？他说他先生无预警的搬出去，跟他分居，无常啊。各位，好，那他先生是干嘛的？好，先生是好像深圳第一还第二人民医院的这个肿瘤外科的一个医生，而且是个博士。好，那我这个学生，好像也是深圳第一还第二人民医院的这个放射肿瘤科的医师，而且现在是博士班的这个就读博士班。我说你先生是怎么无预警的搬出去？怎么这么无常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他就跟我说，想描述一些他婚姻的细节。最后就讲到有一次好像开车，这个不知道到哪里去，百货公司好了哈，然后先生就要停车。结果停了两次没有停好，他就跟他先生说：“你下去，我来。”诸如此类。然后再加上他之前所描述的，徐师就跟他说：“你先生怎么会是无预警的、无常的搬出去呢？”从徐师看起来，他从跟你结婚的第一天就想搬出去耶。你是瞎了眼睛是？各位，当然我这样是有开玩笑的意思，了解吗？好，然后他再继续讲一些故事，比如说，他好像先生之前有过一段婚姻，然后带了一个女儿，好，女儿可能比如说国一或国二，好，然后他到后来就一直都不能接受，好，他就说，其实那我都遵循快乐原则，我说怎么快乐？因为我看到他女儿就很生气，所以我就都不理他。快乐原则，最好你给我一直快乐下去哈。就很多人误解赛斯的快乐原则，明白吗？快乐不是爽一时啊。好，赛斯说的快乐原则是包含智慧，不是一时为了自己爽。各位了解吗？那个不叫快乐原则，那叫悲惨原则。你是为了自己一时爽，让自己更悲惨。好，比如说他对那个女儿，好，然后他就说，那我的内心就觉得，先生既然跟我结婚，他就应该选择我啊！而且婚前我就跟他说，好，他也跟我说女儿不会接过来，就一结婚就接过来了。好，所以比如说啦，再也没有对那个女儿有好脸色。好，先生对你呢，百依百顺，好，好像他的男奴一样，什么都为他付出，什么都帮他做。好，他就像小公主。好，是他内心。好，也许觉得希望先生把这个女儿，好，回到他们快乐夫妻的小生活，各位了解吗？那我就跟他说，你先生怎么会无预警的无常搬出去呢？今天如果许医师从你先生的角度，我今天为什么对我第二任太太百依百顺？我是一个大医院里面的主任，还是一个博士？好，我为什么对我的太太百依百顺？我图的还不是他希望他接纳我的女儿，有没有？我希望你看在我对你的好，爱屋及乌接纳我的女儿。
那今天是的，我再婚，你觉得我应该以你为中心？可是今天身为一个爸爸，我跟孩子的妈妈离婚了，我已经不要他一次了。你跟孩子谁更需要我？当然是孩子。今天你没有我，你可以再去嫁给别人。孩子只有我这个爸爸。如果我是你先生，我当然也选择孩子啊，因为这是什么问题？良心问题嘛，可了解吗？今天爸爸在为了这个妈妈，在不要这个孩子，我是个人吗？可听懂的意思？我就跟这个学员说，怎么这么简单的道理，你念到博士都还不懂，你怎么念过来的？他就哭着，你跟我说，学生念书就是笨吗？笨的人才会念书吗？说的还真有道理。一个医学博士的一点智慧都没有，各位了解了吗？你怎么对人性这么不了解？什么叫先生无常的、无预警的搬出去？各位听懂了吗？所谓宗教修行里面说的无常，其实我们看不到所有背后的原因，我们才叫做无常，有没有？因为我们一直任由我们的惯性，甚至任由我们内在没有面对的黑暗面，一直引导我们前进。哪里有无常？事情明明就是这样发生才合理啊，哪里有无常？你告诉我，各位听懂了吗？那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潜意识，看不到集体潜意识，看不到心灵的深处所发出来的讯息。各位听懂我意思？好，所以自从学了赛斯心法，我跟各位说，你看这个世界的角度会变得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过去用自我意识懵懵懂懂，有没有？不是，其实你的内在知道这不是无常，只是你从来都不愿意面对。而且我跟各位讲老实话，我们常常都是事情发生了才去找背后的蛛丝马迹，有没有？后来你从发生之后再回头去想，过了几年之后，你会对事情的发生根本一点都不意外了。可是事情发生的当下，你会觉得 shock 惊讶，觉得无常，有没有？觉得不可思议。可是说实话，你再过个几年，你再回头想，今天孩子为什么会离家出走？今天为什么这个婚姻走到今天？好，我常讲一句话，最好你说都跟你没关系，都不是我的错，我都不用负责，都跟我没关系，我都是被害的，我是被害人，有没有？对，最好你都是受害者。比如说之前我讲到我哥哥嘛，对不对？我一直觉得我是受害者嘛。你看我本来是老幺，一下变老大，本来应该他去传宗接代，好，搞到我现在生也太老了，不生又不行。对，明白吗？那当个和尚也就算了，还跑到美国洛杉矶去，哈、哦、啊，系列一下准备送上。我是模仿我妈妈的语气的哈。各位，好，我觉得我是受害者。可是，当我们开始理解，我们真的是受害者吗？后面某个部分，我们其实是加害人，因为我们一直活在我们的不甘愿跟委屈里面。你听懂了吗？我们是看到别人对我们做了什么，可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觉察到我们自己。后来我就开始觉察，我从小对我哥哥，我就跟他讲，各位，我从很小很小我就跟他说，我不会因为你是哥哥而尊敬你，除非你做出令我尊敬的事情。我记得我小学就跟他这样跟他说，好，我们家就分建中跟气中，有没有？好，然后我哥哥的思想就是什么东西不管对不对，先背下来再说。那我就说怎么背？我不理解，我怎么背？我们应该先理解万事万物的道理，才能自然而然的背下来。比如说那时候唐诗三百首有没有？他就要我硬背，我就说我想要理解，我想要明白里面说什么，就自然而然背下来的。好，所以各位你看，我们走上这个好不同的道路，早有迹象，有没有？好，那后来我不是一直谴责他嘛，心里不原谅他嘛。好，那以前他在中台禅寺的时候回来，在他面前吃虾子，然后他在旁边说好臭，你家的事，你是你到我家来，然后我去你家，你到我家来，我在我家吃虾子不可以哦，我都没有到你庙里面去吃虾子给你看的，你在说什么好臭，对不对？理都不理他。各位这样了解哈，啊，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他是离家出走去剃度的，一年后才回家。我记得他是离家出走去剃度的，因为那时候中台拐一堆人去出家嘛哈，啊，他是离家出走
没有知会父母，也没有父母同意去出家。哎，过了一年多才敢回家，哥我就在等他回家。卡波那天真的被我骂出去，一路哭着奔到巷口，我是这样对他的。各位，我是这样对他的哦。出家一年多不敢回家，第一天回家被我骂着出去，一路流着眼泪狂奔出去，我是这样对他，可不可恶？可恶！各位，一样回到我刚讲，爱是对的，方法对不对？不对。可是当时我们没办法啊，各位了解吗？我们就是那么幼稚嘛，对不对？我就是要把各位拖下水了。好了，各位了解吗？好，然后甚至到现在，比如说他每天都会打电话给我妈妈，有时候在妈妈家会一起去吃饭，跟我妈妈讲完话，我妈就说：“阿林哥，我被他的恭维了，阿公傻了。”没有接过他电话，多久？两三年。出家好啊，你不是要出家吗？我就让你听不到我的声音啊，想看我可以啊，到我面前来啊，电话算什么？各位听懂了吗？你们有没有看到典型的由爱生恨？看到了没有？想看我可以啊，飞回来啊，电话算什么？各位，了解意思哈？典型的由爱生恨，对，好，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什么受害者，我们一直在我们的受伤里面，各位了解吗？好，可是后来，当我在进一步剖析，尤其是那时候在大陆，哇，那剖析很精彩。各位，其实我对他的伤害大不大？大。大。你看，第一个，我常想哈，好，妙禅和尚嘛哈，你有这个弟弟，你死定了。有没有？你有这个弟弟，你死定了。为什么？因为他弟弟在干嘛？推广赛斯心法。有没有？他弟弟在做什么事？借由赛斯心法带领全世界的人类开悟解脱，听懂了没有？他弟弟在干嘛？他弟弟在扛起全家的责任，奉养父母到百年。他弟弟在干嘛？在俗世当中，好，虽然也不是照顾得很好，至少有在照顾两个姐姐，至少父母在身边，好，至少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同时在全世界各地推广赛斯心法。各位，我对他的压力大不大？我常讲，有这个弟弟存在，今天如果他在佛学的领域，他在修行的领域，他没有一番成就，没有开悟解脱，他用什么面子来看我？好，包括那时候到毗卢禅寺，有一年我们全家都去过年嘛，然后我大姐因为习俗啦哈，就是看到师父就要哈顶礼嘛哈，那我大姐就跪下来顶礼，我就说你干什么？起来！好，你要不要脸呢？还要你姐姐跟你跪？我多坏呀！好，然后我妈就说：“哎，我们到人家寺庙哈，过年过节要包红包给师父。什么师父？我身心灵大师的，他为什么不包给我？啊，人家在度众生，我度得比他少吗？各位了解吗？你点睛看到，嫉妒、有爱、生恨，有没有？还有那个不甘心、不平衡，有没有？我们自认为我们是受害者，其实我们是更大的加害人。”从谁的角度？从他的角度。好，每次我妈妈就跟我说：“哦，你哪样对你寡厚哎？哈、哦，对你寡厚嘞？哈、哦，你妈卖过可以过来欺负啊？好，包含昨天我在三一分会讲，哦，以前我哥在中台禅师当副住持嘛，好、哦，真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很凶的，很严格的，不苟言笑，都不跟狗讲笑话。包含那时候到赛斯村。”好，有个同学，好，他那时候住美国，好，不知道住在哪一州，德州下面哪一州？达拉斯吗？德州下面，德州下面就是墨西哥了嘛，是吧？好 ，anyway， 就在那附近的一州，然后他跟妙禅和尚就见了师了哈，学了十几年，就他跟他学过，好，然后后来就到好赛斯村来学赛斯心法。好，那我就恭喜他，好，终于又更上一层楼了。好，所以各位，所以回到刚讲，我们一直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我们的认知里面，所以在此生当中，如果
妙称和尚会开悟解脱，谁是他最大的力量？你不要笑那个样子，谁？明白了吗？好，那为什么我又会吸引他呢？因为我必须选择投胎在这个家。好，像我妈妈每次讲，你哥哥那么爱你，好，叫你无理。好，像我刚讲，以前在中台禅寺，好，他以严格著称。好，可是他全世界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谁？敢来我来派婚啦！你把对人来遐较好哩，对吧？拢有在尊重，尊重啥啦？各位，是啊，好，再回到刚讲，当我们回来看我们自己，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家庭？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哥哥？各位想了解吗？因为当我在弘扬赛斯心法，他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必须结合了世俗跟出世，明白了吗？我必须如何在世俗当中开悟解脱，又能带领所有世俗的众生开悟解脱。而且说实话，你走出家那条路，走佛法、赛斯心法，可不是吃素的，更不是省油的灯，明白了吗？最后，赛斯心法将做到带领全世界人类开悟解脱，因为我必须不断的走这条路。好，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家庭，如果没有这个哥哥，各位，我会不会走一走？哇！可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心中的一股动力。好，比如说现在虽然我不再期待他更上一层楼进入赛斯心法了，好，就像我对很多修行人的期待，我不见得有期待了，可是毕竟最后内心还是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明白了吗？所以我必须走出这条路，有听懂我的意思？不管我今天觉得他走的路对还是不对，我必须走出一条路，我必须在修行的道路上走出一条在世俗跟解脱之间一条适合全世界的人类走的一个法门，而且这个法门是能够带领全世界人类离苦得乐的。其实我是在为谁而做，也是在为他而做。也如果没有他，我不会有这个这么强的动力跟力量，明白了吗？各位，当你慢慢看到这些层面，我这样讲，那个恨还存不存在？各位听懂我在说什么了哈？我在跟各位说，如何透过心灵的觉察，透过你跟别人的爱恨纠葛，而看到里面所有的心灵的运作，最后解脱掉自己的痛苦，而让深正内心的那份爱的能量起来。各位，说实话，讲白话哈，虽然我觉得我是受害者，可是因着他，我却必须硬着头皮把所有这些东西越走越好，明白了吗？越走越好。是啊，因着他，我也必须在生命当中不断的加油跟努力。那再更白话一点，是的，我很气他，自己像个受害者，可是我也整了他不少。爽，一个字，柯柯爽。各位，当你赫然发现自己其实不是只是受害者，同时你也是加害人，恨还存不存在？各位了解了吗？原来这就是轮回转世，原来这就是轮回转世。所以这一世的受害者可能是下一世的加害人，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众生一体跟同理心的概念，明白了吗？好，比如说再回到这一次的小灯泡事件，透过一个四岁的小女孩的一个无辜的丧命，我希望更唤起的是我们对社会所有那些痛苦边缘的、活不下去的、精神异常到有自伤伤人之余的、酒瘾药瘾的，各位，说实话，我们必须联合整个社会的力量跟爱来让这种人消失。各位，消失的意思不是变变的消失，消失是什么？用更大的关心，从家庭、婚姻，从
儿童教育，从学校教育，从社工的介入，从医疗体系，让所有痛苦的人消失。因为如果地球还有一个人类不快乐，就不会有一个人类可以真正的快乐。其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因为这个不快乐的人会把你拖下水，明白了吗？所以我常讲，赛斯是一个绝对的自私，也是一个绝对的众生一体。因为我为了我必须持续快乐，所以我必须消灭所有不快乐的人。用什么消灭？用快乐消灭，用爱消灭，用关心来消灭，明白了吗？而不是用 biang biang 来消灭他们，没有用，因为他会再轮回回来。明白我在说什么哈？所以我希望很多我们的社会事件是唤起我们更大的爱，更大的关心，更大的爱跟关心。好，甚至未来，好，我常讲我们赛斯教育基金会，好，来各位仔细听了，只要我们的社会还有一个在痛苦中的人，只要我们的社会还有一个在活不下去，心灵或各方面活不下去的人，只要我们的社会还有一个想要去杀死任何一个无辜的人，因为他也不想活了，他也活不下去了，他就是我们赛斯心法跟我们教育基金会将来要帮助跟拯救的目标。这样了解吗？为了谁？其实是为了我们自己。因为自己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什么？自己。而我将来相信，甚至台湾这个力量将成为照亮华人世界也好，照亮全世界的灯塔。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世界只要还有一个人在痛苦当中，我们就要干嘛？砰砰消灭他。不是，我刚刚讲从婚姻、从家庭、从社会关怀、从医疗，各位，因为你不希望未来你的孩子、你自己在社会上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明白了吗？各位，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啦，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好，这才是真正的回到我们的心灵。那明白哈？好，我们再回到讲什么叫爱自己跟爱别人。好，这个真正对我们内心的一个觉察，真正从我们的修行，好，慢慢的离苦得乐，慢慢的接纳内在所有的黑暗面，到慢慢的把力量散发出去，散发出去。好，因为各位，我讲老实话，这个世界未来没有独善其身的，没有独善其身，明白吗？没有独善其身。所以这样的一个社会事件唤起了社会的交流，各位，所以很多父母亲对突然觉得没有安全感，有没有像牵着狗绳子一样牵着孩子的？各位，可是我跟他讲这件事情不是要唤起我们的没有安全感，是要唤起我们什么？爱跟行动，明白了吗？要唤起我们爱跟行动。因为今天你们一家和乐没有屁用，这样了解我的意思？我们任何人随时都会是受害者，懂我意思吗？唯有真的让整个大环境都开始变得不一样了，这就是我们行动的起点，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哈，就来到走到这里。好，那今天本来我是讲很想讲那个快乐原则啦，好，那就是我先讲一句关键的一句话哈，任何达到人生的目的跟目标的方法本身必须是快乐的，如果不是，糖尿病的病人就是这样来的。各位，学士要讲疾病，很多糖尿病的人都是为了一种家庭，为了一个好的目标，可是他让自己在过程当中是受苦的，是不快乐的，明白吗？好，所以不管你未来做的是事业、家庭还是任何东西，你达到一个好的目标、好的理想，你的所有的方法跟手段必须是什么？快乐的。就像如果学士今天推广赛斯心法，为了众生推广得很辛苦，我就错了。任何人告诉你他为了众生，哪个师父告诉你他为了你多辛苦，赶快离开这个师父。哪个师父说自己很辛苦的，辛苦的拯救众生，辛苦的奔走，辛苦的完成什么理想？各位，对不起，方法错了，明白吗？因为唯有用快乐跟喜悦做动力，才能带给世人真正的帮助，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